好了，那又连其他人爸爸们那边放进去。是啊，哟，好玩不？好玩不，热热？我的妹妹，她叫热热。热热好玩吗？她笑了吗？笑了，她可高兴了。第二，你喜欢呀？你看，那有一个大大的猫，它出来了，胖不胖？胖不胖？赵弟儿自己进去了，赵弟儿可能也想让推推。好的。找到你要的东西啦！我就带上水啊。你这是干嘛呢？去超市了，这是。对呀。太费猫了。第二好玩不？小姐好玩不？这里我都把你的房间当成游乐场了。这个是他的车吗？当然啦。真好看，卡卡也想玩吗？再给你一个车吧，卡卡，你进来吗？可是没人推了。有了，比赛开始了啦！开始就开始，弟儿坐好了。你猫都跑了。卡卡，快回去参赛呀、啊，卡卡。要不然比赛就不是你。你俩推慢点，别太快。预备开始。滚吧。